要去。重点什么？北京。重点什么？你。重点什么？妈。怎么组句子？你妈要去北京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不就四个吗？啊，这一二三四，这不就四个吗？啊？这你别笑。我的邻居是六，比五大。我的邻居是六，他的邻居是六，他是谁？大象。爸爸就像猪一样，上午睡觉，下午睡觉，不行，这个要重新写一句，重新改，哪有这样造句的？爸爸改成妈妈吗？小朋友去郊游，不戴帽子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几个？有七个。怎么是七个呢？不，他是导游。你觉得你呀、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，不过您对我算是仁慈，人家妈妈都老一起，你还没把我弄成老一起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了。老板，九九四十五，你还不生气不？啊，九九四十五。你看这个 C 是不是动词，对不对？啊。动词后面什么词啊？大词。才就是五乘一百八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，你为什么不会呢？一天节约180张，五天一共节约。那你想，班长。上面填几，要用上面的数乘那个数等于多少，写在下面。儿子正是儿子写死性的有了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西天。一行白鹭上西天，上西天都死了，上西天。位上十位借一。要是他不见呢？啥？要是他不见呢？他能不见啊？他今天他见也得见，他不见也得见。你。抖音。